手环上有全球定位追踪系统，可以追踪你的痕迹。那天你说要解放双手，我就尝试了一下，可我没试下。酷。地铁的限定时速是70公里每小时，进出站的时候会减速，中间会停一站。如果你的身手够敏捷，体力也够好的话，那么就试一下。 神，太棒了！小姨，赞！没问题。小姨，你就献个吻呗。我为什么要献个吻啊？我答应过石大神，他要是追上你的地铁，你就替我吻他一下。你答应的事你自己解决。哎，小姨，哎，哎，小姨。